放心吧啊。哎，好，今天给你做手术，这个大夫手术最好了。哎，好，好，手术完了以后，你的病也就好了。哎，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哎。曹院长，你好。对，我是大志。谢谢你。啊，对，我想好了，我真的想好了。曹院长，您听我说，感谢您对我的邀请，我暂时不想离开急救中心。曹院长，您别急，不是因为小苏，也不是因为我谦虚，我觉得我离您对我的要求，一个好医生的要求，我还差得很远。谢谢你，曹院长，再见。文清，你也来了。乔乔怎么没来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怪了，他怎么没来呀？什么电影啊？爱情片。没劲。慢走。妈妈，闺女，您怎么会在这儿呢？闺女，您跟谁一起出来的？跟你一块。这么冷天还吃冰淇淋啊？女儿，就您一个人吗？想妈妈了吧？想，你准是又走丢了，是不是？多好的孩子，还惦记着妈妈，妈妈也想你。妈妈，嗯，那我带您回家吧，好吗？嗯，刚见面就回家呀？那您要是不回去，您女儿该着急了呀。糊涂，你不是在这儿吗？对，是我糊涂了。那我陪您散散步，咱们俩聊聊天。嗯，走。我可想你了，你也不来看我。你想我了，你也不去找我玩。别去了，多冷啊，天气。我打个电话啊。我不吃。哎，赵姐，哎，我是巧巧，你帮我查查以前登记过那个老播音员家的联系方法。还留着呢吗？太好了，你赶快告诉我他们家地址。对，是啊，我又在一起呢。对，他又走丢了。什么丢了？哎，我先挂了。要紧啊！要紧，走，赶快回家。哎，真的真的，我觉着刚才那个电影吧，最后特别难受，看得我心里太惨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挺感人的，音乐也不错。哦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？我饿了。我以前没吃东西了，要不咱们就这儿吧。跟这儿啊？啊。这儿会不会太贵了呀？我请你吧。真的。
这个是您点的可乐，你自己来吧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开始啊！啊！哎，你喝杯水吧，渴了吧？嗯。哎，你觉得乔乔怎么样啊？我是说，你怎么评价他？我觉得他挺好的，挺热情的，在工作也仔细，就是这人。有点怪，你也发现他怪了？哎，我们上学的时候他特逗，哎，有时候发起脾气来特厉害，还敢跟我们班男生打架呢。是吗？他怎么这样？我们班男孩都怕他呢。哼，难怪胡子也怕他。您赶快回去吧，女儿啊，你到哪儿去啊？我得回去上班啊，女儿。你哪也不能去，不能去啊！妈妈，我真得走了，外面天凉，您赶快进去吧啊！我走了，再见。哎、太谢谢你了啊！再见，谢谢啊！哎，不能去，妈妈，哎妈，不能去。妈，咱们回去吧。这孩子怎么不听？
我想买一个蛋糕。我们已经下班了。你看那么大雨，我都跑过来了，你就骂我一个好吗？好，谢谢啊。小雨，巧巧呢？巧巧姐没在，她去买蛋糕了。买蛋糕？买蛋糕干嘛呀？今天是我生日。乔乔怎么样了？请假了没有？没有，电话打不通，我让调度盯着呢。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他可是从来没迟到过呀。是啊，也许有什么事耽误了。这边，好。这人啊，还在里边呢。刘队长。喂，听到同学的话，怎么样了？这么深的，他怎么掉下去的？我也不清楚，可能这电梯坏了，他不知道。他可能是晕厥了，拿着，我想办法下去。哎，注意安全。小马是你给找回来的？不是，他自己啊，在火车站蹲了一夜，胆小自己就跑回来了。哼，这事儿他倒随你呀，你忘了？你像他这岁数的时候也跑过一回。妈，我那点事儿您就别老念叨了。你放心，我不跟你儿子提。这人要胆小啊，没什么大出息。妈，您吃个橘子。可胆小也有胆小的好处。捅不了什么大篓子。要说胆小啊，咱家就说你爸。我记得他第一次上我们家门，你说被他吓了。你姥爷家是财主，有钱，是远近闻名的财主。妈，我姥爷家不是贫农吗？我记着你姥爷给了他一根金条，让他置办婚礼娶我过门。你说给你爸吓的，愣是没敢要。妈，后来你爸，后来妈，您吃点罐头吧。啊，吃完了再说。我说到哪儿了？啊，您呢？什么也别说了啊，您先歇会儿吧。我去看看慧娟来了没有啊。小远，我都住院好几天了，怎么也没见你爸的影啊？妈，你说什么？你叫他抽空回来看看我，啊？大致怎么样？要不要急救箱？不要，
病人情况非常危险，得马上把他弄上去。这电梯现在能不能动？现在有故障啊，这不好说呀。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了，想办法把电梯弄上来。我想办法了。您啊，说的对。从老太太现在目前的情况看，确实是老年性痴呆症的具体反应。这老太太身体啊一直挺好的，你看都80多了，耳不聋眼不花的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哎呀，人呀毕竟老了，这次呢又是突发急症，发生任何情况的可能性都存在啊。马老师啊，您是老医生了，什么症状没发现过？千万别太紧张了。什么事情让自己摊上，那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哎呀，您别着急，让家里人呢多陪陪老太太，保持一种心理上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啊。哎，好了，走了，下下。好，停停，五哥，开门，开门，快，来来来，快点进来。担架准备。来，您再给想想办法。好，再想想办法看看。林大夫，哎。林姐，回来了。这是民政局的同志。啊。哎，对，林姐，主任说找你有事儿，让你去办公室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我不知道，不过主任正在发火，你快去吧。啊。哎，林姐，你看见巧巧了吗？没有。朱大夫。哎。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好，那咱们到外边说。哎。哎，豆豆，买什么好吃的了？小姨，来看姐姐给你买什么了。这么多啊？有我的吗？没有。哎，老马，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呢？不是戒了吗？怎么又抽上了呢？也不知道怎么突然想抽，就去买了一盒。妈怎么了？也没怎么，就是一阵清楚一阵糊涂。刚才还问我说爸怎么没来看呢。爸？爸不是早没了吗？怎么又提起他了呢？妈这是岁数大了。那大夫怎么说呀？还能怎么说呀，还是老一套呗，手术不能做，保守治疗。那也不能总这么干耗着呀。那倒不至于，再想别的治疗办法呗。你上去吧，妈该醒了。嗯。哦，晚上你可得来换我啊，我这是请了假的。嗯，回去我跟他们商量商量，串串班吧。晚上我来换你。你能行吗？争取吧。王大夫，把这表填了，然后交给我。好了。确实不大好办，像他这么大的孩子，对对对，很少有人愿意收养。知道了啊。哎，好。那孤儿院呢？孤儿院就更不成了。小雨是上学的年龄，不带需要车了，需要进行系统的教育啊。哎呀，看来是不太好办。您再给想想办法吧。嗯，我们尽量再帮着找一家。嗯，您放心啊。嗯。哎。你们当医生的认识人多，你也给问问什么亲戚朋友，也许有人愿意收养呢。我想想办法吧。哎，朱丹，快走了。哦啊，你忙，啊，再见啊。那咱们有空再聊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老马今天怎么还没来啊？
喂，马大夫，到哪儿了呀？这是？我到了。朱淼，啊，把我的工作服拿上。好。马大夫，迟到了啊。单建工呢？在。什么情况啊？今儿热闹了，动刀子见血，全是武林高手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走。现在向志强告你误诊，造成他父亲的突然发病并导致死亡。法院的意见是庭外和解，希望中心出面和他交涉。让他告，我一个人的事情我自己解决。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吗？你代表的是中心，大点说是整个急救系统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回去工作吧。向日强这几天要来中心，你也有个思想准备。哎，林姐，听说你女儿不见了。小小的事儿你知道了？嗯。你去看过他了吗？他现在怎么样？脱离危险了吗？还没恢复意识呢。医生说外伤不是很严重，可就是昏迷不醒，是脑震荡引起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志，我想跟你请一天假，好好去陪陪乔乔。你都不用请假，我给你重新排排班，给你安排时间去看乔乔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乔乔出事了？出诊回来的路上，医院给我打电话，说是中心有人出车祸了，可我怎么都没想到是乔乔。活啊，不行啊，过不去啊，走着上去吧。领导，我进去。检查一下啊，别落东西，乐堂。好，完是他吗？不是，那边，在那边呢。伤在哪儿了？哎呦，这儿。看看啊。哦，背部几处划伤了衣服。别动了啊，我给你查一查。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？十几分吧，那是刚到。来，把衣服脱下。慢点。手放在这儿，不要动啊！朱淼，止血带。剪刀。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他干嘛拿刀捅你？我哪知道，我过来开车的时候他扑上来就给我两刀。哎呀，大夫，
你慢点，忍着点。他捅完我，他坐那冲我乐。他金鱼病，神经病。你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你们楼上楼下能不认识？那能叫认识吗？从来没见过他，没见过几面。怎么样？问题不大，伤口都不深，没有伤到要害，就是失血太多了。看来是刀下给你留情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吓唬吓唬他呗。等等，你们之间真没事儿，没矛盾？要说矛盾有点儿，就是叫什么呀？说清楚。我昨天搬东西的时候声音大了点儿，他就敲暖气管子向我抗议，我也敲来着，可这小子上来就砸我的门，还骂我。那你呢？你干嘛了？我没干嘛，我能怎么着啊？我也没吱声，什么也没说。这小子就是有病，你说危险点事儿，犯得着吗？好了，担架啊。你们看，他就这样笑，我告诉你，他绝对有病。不要动啊！哎呦，你说，你这都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想知道呗？我从小啊，生活在农村，跟我爷爷一块住，去年才被他们接到城里来的。其实你们城里不错，真的，可就是不大适合我。成天没事儿，就只能在家待着。小桃，走车。哦，怎么流那么多血啊？他这个不是血，是颜料。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测试仪画画的弄的。你找什么呀？我那小本呢？什么本子？我那个测试都在上面，谁看见我的小本了？哎，你别着急，是这个吗？快躺回去吧，我们还没处理完呢。不用了，我找到他我就什么病都好了。哎，谢谢你啊。不用。你可不知道他对我多么重要啊，我全部的测试记录都在上面，这可是我用惨重的代价换回来的。谢谢啊。物归原主，应该的。
借我用一下。你帮我记一下时间。哎，我能问你两个问题吗？问题？什么问题啊？你在急救工作当中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司机，你平时有没有矮人一头的感觉？矮？我可不矮，我是我们中心最高的一个。我不是在说你的身高，我是在说你的身份和地位，你明白吗？我真是最高的，我1.84米呢。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个了，我来问你第二个问题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啊？女朋友？没有。这就对了，你想想你自己啊，你长那么大一脑袋，身体那么的肥胖，整个看上去那么的丑陋，怎么可能会有女孩跟你呢？再说你的职业又很卑微，你别看所有的同事平时看着你啊都跟你笑嘻嘻的，实际上他们心里根本瞧不起你，他们就觉得呀你是一个很卑贱的人啊。还有你平时自以为是的善良和诚实，你知道什么是善良吗？什么是诚实吗？善良就是笨，诚实就是愚蠢透顶。你以为你了不起，实际上你是生活里失败的典型，你在我的测试人群里边是最典型的失败的例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妈不也常说你是一个废物吗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哎，你怎么跟我妈说的一样呢？我妈也总这么说我，而且我妈还说了，我妈说你要先安心工作，女朋友的事儿啊回来再说。哼，我也这么想的。哎，你们两个说的是挺像的。就是他，我找到他了，就是他呀。马大夫回来了。哎，老王医生。哎，马大夫还没下班呢。没有。哎，你今天是夜班吗？我今儿整天的连班，走了啊。哎。哟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还哭了？来，有什么事跟我说说，行不行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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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烦了，嘛去？安静，巧巧到底怎么了？王大夫，你今儿是夜班吧？不是，明儿白班。那你能不能盯我一下？明儿白天我替你，好不好？那哪成？不成不成，今儿晚上有事儿。哎，孙医生，那你今儿个能？哎，您甭说了，我今儿也是夜班，咱没法换。哎，那明白班咱们换啊？明天呢？那明天再说吧。啊，再说。怎么了这？是不是后悔了？林医生，行，晚上我替您，我都听见了。谢谢啊。哎，我得看我们家老太太，你看。您走吧，回头我跟调度说啊。不用了，那我跟调度说一声吧，好吧。啊。活行，走吧。哎，老公，还是好人多呀，还是好人多呀。五哥，跟我一起。啊，
您干这什么事儿啊？成天换车。哎呀，我看我们这个月二抢的任务算是泡汤了吧。马大夫家不是有事儿吗？他有事儿，他有事儿，我那出车费跟谁要去啊？我们呀，已经找到他很久了，他家里边人呢也挺着急的。他真是病人？我见过他的证明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啊。哎，有没坐啊？我给你们倒水喝。不过就我们马上走。这证明啊是真的，教授也是真的。但是呢，自从他搞了这个暴力这课题以后呢，这神经上面就有问题了。这不是在他们那儿关了几个月，不知道怎么跑了。我们精神病院的人啊，都被他测试过了，净谈话恶心人。他没问你们什么吧？没有，没问什么。啊，我估计你们还能见着他，见着他以后啊，马上跟我们联系。哎，你们说那教授在我们中心呢？哎，他在哪儿呢？我不太清楚，反正跟我们的车来的。哦，还一直缠着小桃，说要做什么调查。哦，是吗？哎呦，谢谢你啊！那我们赶快找个江总，赶紧找着他。谢谢啊！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大志，何孙姐和好了吗？哎，上次不是谈过了吗？谈崩了。哎，跟我生气回娘家了。怎么成这样了呀？早晚的事儿，责任在我。哎，钟良，下班了啊。哎，你们几个怎么了？